这个花洒可以透过按压这个开关来调整它的那个出水的强弱，按的时候就慢慢压下去，压一下压一点点，出水量比较弱，再整个压下去，出水量就变比较强，可以调整按压，开关可以随自己喜好慢慢按压去调整，调整它的水压。开关就这样压。